文房四宝，文房四宝，笔、筆、墨、墨、紙、半紙、葉、硯子。笔三，筆置き，文正，文清，墨水碟，墨汁皿。我们现在比较方便的，也会直接用墨汁，墨汁。纸笔的要领，纸实、掌虚、全数、宛平、单勾法。单勾的纸笔方法呢，跟我们拿硬笔很像，大拇指的指腹一样顶住笔杆的内侧，食指勾住笔杆的外侧。用第一节的指腹，再来中指是顶住笔杆的后侧，主要是这三根手指头的运用。那后面无名指跟小指就轻轻的靠近中指就可以了。反抗法の持ち方は、人差し指と親指で腕を挟んで、中指で腕が動かないように固定します。纸笔的方法，双勾法。叶，大拇指第一节的指腹紧贴笔杆的内侧。压，食指第一节指腹与大拇指相对用力。勾，中指向内勾住笔杆。格，无名指向外抵住笔杆。底，以小指贴住无名指，不要用力。親指、人差し指、中指の3本の指で上から筆の軸を持ち、下から薬指と小指で筆を支える持ち方。通常我们写字之前会先把毛笔润湿，称为润笔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再把多余的水拿起掉。那这个润笔的作用就是让水在笔的外面形成一个保护膜一样，这样子对于笔可以让它寿命比较长一点。永字八法，点、横。竖、空、角、长撇、短撇、捺。点、横角、縦角、羽、右上がりの横角、
左払い。小さい左払い。右払い。